这不是豪车小姐姐，好久好久没有碰到这样的了。哎哎 ，hello hello， 哎你好，你是？哦你好，哎你是到这边干嘛？我去这里开个会。你是？哦是这样子，我们是恋爱重启计划街头采访配对的，想问一下你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。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不知道 O 不 OK？ 男朋友？我喜欢的类型，你们都有吗？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？喜欢幽默上进、体贴一点的，然后低调一点的。我喜欢漂亮、温柔、善解人意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着急，要去开会啊。这样子吧，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，你先去开会，找到了我再给你打电话。行吧。现在你去见一下他，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。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我碰到漂亮女孩子，我就会很紧张，我讲不出话。这边。哇，你这么好看呢、啊！男生叫到前面那个商场里了、啊，这么快啊？这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啊，这个我要保密了，你等会儿自己看。因为我练体育的，4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。他快到了吗？哎，你可以回头偷看一下，偷一点。骗人！你看到了吗？就是要来了。我不信你们。看到了那个背影，那个是吗？你觉得背影怎么样？背影看起来应该挺帅的感觉。别，整个比高考还紧张。咱过去呢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跟他 say hello 了。那我去。hello。你好。感觉你脸红了。我叫许哲，97年的。我叫朱天天，今年20岁。那是九几年？01年。你是刚放学吗？我放暑假。哦，好紧张，要出汗了。你看一直在擦汗。单身多久啊？单身1年多。你手怎么了？哎呦，有肢体接触。脸红了。你什么星座？我巨蟹。巨蟹我还挺喜欢的，巨蟹挺顾家的。哎呦，害羞了，哎呀呀呀，笑起来好可爱呀。你看这样，知不知道有一个超级好用的脱单神器叫暖聊啊？什么聊？暖聊上面呢有超多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，还有专业的红娘帮大家在线配对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想要尽快脱单的话，点击下方链接去下载我们的暖聊，祝大家早日脱单。什么？他吸油？我跟你说，吸油纸不是这么用的吗？他刚刚在那边，其实洗不掉，因为太油了。哦，太油了。接下来要来玩一个增进两位感情的一个小游戏，好不好？鼻尖碰鼻尖，做10个下蹲，奖励2台全新的 iPhone 12。真的假的？就喜欢这种不相信我们的，一人一台，马上带回家。两位面对面来。哎，你得低一点。哇哇哇！哎呀，男生最近怎么越来越好？没有啊，我感觉他好像不敢喘气。别紧张，勇敢一点，鼻尖碰上。哦哦哦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可以可以，碰上了啊。